负移床单自动化生产线，由上料机构、可调宽度的纵缝机构、定长拉取的横裁机构、自动送料的横向输送机构、自动卷边的横缝机构及出料机构组成的自动床单生产线。上料机构提供连续性的原材料供应，其中包括无料检测功能、独立储料醒布功能、自动纠偏功能、切边及废料收纳功能，可选配半自动接布机和配整理开服机。纵缝机构钢制结构，由可移动的侧边缝机头、传输及卷边组件等组成，径向进口缝纫机头，配有专用的卷边工装，卷边尺寸15毫米到100毫米。缓冲机构用于匹配纵缝机构和横裁机构，使其能够连续配合工作，提高生产效率。横裁机构自动按设定的长度尺寸切割已纵缝的布料。横缝机构上压带配合机头环带装置同步传输布料，确保布料顺利进入机头压脚。横向输送宽度可调，缝纫宽度1500毫米到2800毫米。切边及废料收纳功能，自动卷边机构实现块状布料自动卷双边，卷边宽度10毫米，适用于床单、窗帘等家纺领域布料的连续四边卷边缝制。